何美鎮老人會協辦108年引領健康活力福氣杯追求金比賽，彰化縣初賽六日登場，來自各鄉鎮的追求好手27支隊伍全力爭取代表彰化縣到台北參加總決賽資格。为了让65岁以上长者会当健康有活力的自然老化，老人福利人民举办108年健康活力福气杯追求锦标赛，彰化初赛热烈登场，来自全县27支队伍要来争取代表彰化县到台北比赛资格。感谢咱谢承泽基金会长期以来对咱丢的追求活动的这个支持甲付出哈。每年拢甲咱办了要几十场的这个比赛哈，让咱的长辈透过安尼追求互相联谊，互相安尼这个看顾身体哈，这个咱今仔呢会先这个找出17名，再佫透过复赛4名内底参代表咱彰化县去参加全国性的这个比赛哈。那咱呢彰化县即卖65岁以上，100个内底有将近16个哈，拢是咱65岁以上的长辈，所以未来如何咱的长辈身体更加健康，这个活了更加快乐哈，这是咱这个县政府爱来努力的这个目标。冠军对我搁来请安尼好无？认真拼，前三名啦，全国啊前三名，咱拢有惠美也着请来，安尼好无？馆长王惠美也特别到比赛现场为长辈加油，而且答应如果决赛取得好成绩，特别办到请大家。彰化縣追求运动推行多年，甚至表现相当亚目。因为阮即摆分这最全民运动，阮分2期要来执行。所以第一期那心情歹，拍了无好的时阵吼，也阁有第二期选拔的机会。去年全民运动是差一个冠军，甲人比分差一个冠军吼，所以那冠军就是全国冠军。所以今年阮目标是要破破这纪录，摕一个全国的冠军证啊。谢世谷理事长表示，这届总共27支队伍参赛，比赛分作7组，最后再由各组的冠军进行复赛。仅出最后4支的队伍，将在10月份代表彰化县到台北参加全国赛。台中华新闻叶宏武、何美彩虹报道。